我刚，Hello，大家好，我是对啊，Zoe，我今刚，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10分钟站立啊，慢假跑先就线是运动。这个运动对空间的要求非常的少，只要1平米左右一就平够米了，左右就而够了。且全程没有跳跃，对我们的膝盖非常友好，对邻居也非常友好。那我们马上开始这个非常简单的运动吧，走。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热身，打开双臂，感受胸腔已被打开，合起来。抱住一边膝盖，再打开，换另一边的膝盖。我想买这样子的一般的裤诶，那这种腿长的人穿一般的裤，还是看起来脚很长哦，是不是？这个 YouTuber 腿长啊，周瑜腿长。现在双手合十，伸直，保持胯向前，手啊！臂我有向伸，要左，转一个伸腰向的腰就。右，这样扭转腰部，感受我们侧腰的拉伸。OK，腿张开大一些，双手举起，左手触碰右脚，右手触碰左脚，像一个大风车一样。腿张得越开呢，就越容易触碰到地。如果碰不到，你可以碰小腿。这个动作可以快速地帮助我们热开身体。OK，下一个动作，这是拳击里非常基础的一个动作。大家把我当成镜子，面向我，你的右脚在前，脚尖向前，左脚指向侧方，成一个大写的 L 型，双手握拳举到眼睛的下方，出左拳。这时左脚垫起，脚尖旋转向前，胯和肩膀也都是有力的向前摆，使得我们拳头能够打到最远的地方。每一次出拳都是靠我们的左脚、左胯、左肩膀有力的旋转向前，这时整个核心是收紧有力的，感受你的拳头打出去也是很有力量的。好，现在喂，换另放一另外一边，边。右脚、右胯、右肩膀同时向前用力甩出去，每一次都感受我们的右手打出去的力量，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有力。
OK， 现在双臂在胸前伸直，抬起右边膝盖，右手慢慢向后打开，指向我们正后方。回来，腿放下，换另一边。做这个动作时要保持平衡，所以我们慢慢的做就行，不用着急。我们已经完成这个运动的一半了，时间是不是过得挺快的？好，下一个动作，这里有点像打高尔夫，但是我们把自己的手臂当成了高尔夫球杆，双手握实。打过高尔夫球吗？挺直向前折腰，手指向我们左脚，向右上方挥起。好，现在换另一边，记得我们的背是向前折腰。我们这个运动里所有的站立的动作都非常适合的快速激活我们腰腹核心的肌肉，也能够快速全身热身，动作也比较简单，所以大家每天久坐以后都可以站起来简单的跟着做一遍，这样可以预防腰酸背痛还有肚子囤积脂肪。OK， 现在双腿再张开一些，微屈膝盖半蹲，一只手举到头顶，一只手在下方，两只手都尝试伸向最远方，左手在上时，左腿可以伸直，感受我们左侧腰从胯部到腋窝的伸展。换另一边，伸向最远方。下一个动作，快速抬膝。先做右腿，右膝向上抬起时，左手向上摆，先慢慢的一个个来，然后顺了以后逐渐加快速度。坚持，马上就结束了。好，休息一下，腹部和臀部现在都能感觉到火辣辣的吧？我们换另一边，最后一分钟的冲刺了，我们可以的。
下，对，就是左右。我真的不能呢。分手。好，最后15秒，不要停，坚持，加速，加速。我会热的哎。OK，最后一个动作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动作是一个放松的动作。我们慢慢低下头来，再含胸驼背，用一点力量去弯曲我们的颈椎、上背部，再慢慢的一节一节的向下弯曲我们腰椎，双臂和肩膀完全放松的向下垂，慢慢下来，直到手触碰到地面。你也可以弯曲膝盖。再慢慢的向上，让脊椎一节一节的从我们的下背部慢慢直起来，直起腰部，直起上背部，直起颈椎，抬起头来。这个动作做2、3次就 OK 了。我希望我的运动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身体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脊椎、每一块肌肉。让大家能够慢慢找到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有点头晕。因为我还是就是我。暖身一堆在一个大小上，OK，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有马甲跳了线过后全身动很作这一热，其块实。烧起来热热的，全身其实也都暖起来了。这个运动非常适合用来热身。